Can I have the day with you? Nothing more that I would choose. Nothing more that I could use than a little afternoon sitting with you.做瑜伽的瑜伽服下了班就直接去。你们看这阳光很好，对不对？但真的太冷了，我因为太冷了，所以又回去加了一条围巾。谁能想到这10多度这么的冷？上海冬天入冬是以秒计算的。 Thank you.
concept of we build some stories. 做瑜伽忘记带头绳了，是不是这里没有啊？来瑜伽垫附近的好德看看。好德没有头绳，只能这样披头散发的来上瑜伽课了。还带着电脑呢，有一件事情要回家做掉。For you, oh my.现在已经11:30，今天并不是典型的一天，今天是行程非常饱满的一天。哇，刚吃了火锅，现在感觉手都是辣的。这个是我一直用的眼镜护理液，它滴进我的隐形眼镜盒里。现在有点晚，其实我有一些焦虑，就是每一天如果我在11:00或者11:30之后睡觉，我就会潜意识里面觉得自己明天一定很困很累，会状态不好，所以我就开始焦虑。那如果我因为这个失眠的话，那我就完了，因为我就会越失眠越焦虑，越失眠越焦虑，然后就会有一个恶性循环。所以我尽量都会让自己在11:00之前上床，然后尽量不玩手机，在11:00前能够睡觉。